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我要拯救国内的男士。盘点那些普信女天花板。这样吧，我对你没兴趣，你别聊我。干嘛，胖子？没有，你也别撩我。你撩你？我养猪还能赚钱呢，我撩你。吸烟有害健康，戒了吧。吸我，我超甜。What？ 啊，臭流氓！是我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要非礼我呢。男生一个月不能赚50000，他是残疾吗？那彩礼钱得多少呀？30000吧，正常价嘛，不过分吧？有对象吗？没有，单身很久了。但是有多久？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一下。3-4年了吧？三四年之间单身很久啊？那不然呢？我直播间里面还有单身18年的呢。那他们很丑吧？应该，很丑吧？应该。勾引我？谁勾引你啊？他敢勾引我？他没勾引你。他有胆量勾引我？你现在亲在我嘴唇上。我不亲，我不想亲你。现在亲在我嘴唇上。你别笑，他敢勾引我！要在140斤左右，本科学历以上。长春的话是有住房和代步车，希望是没有贷款，稳定工作，稳定收入。他要求这么高，那你有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没有，所以我才想找个男朋友他有的。我要女性要是要独立的呀。那你独立自己去争取这些东西，为什么要去男孩去拥有呢？这是发展前的我，你们看不上。来吧，展示。这就是发展后的我，谁又能配得上？我信你个鬼！还有渣男，来伤害我吧！用你的糖衣炮弹轰炸我，用你的甜言蜜语俘虏我。然后再无情地抛弃我，这样我就茶不思饭不想，一宿一宿睡不着，瘦他个180斤，哈哈哈哈。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你是动嘴还是动钱？动嘴我听的情话比你多，动钱你舍得多少钱砸我身上？将来我的老公最好就是，不要小孩，因为我不喜欢生小孩，对我的身材有影响的。然后就是配置7-8.5辆车吧，2辆劳斯莱斯，然后2辆法拉利，一辆低调一点，帕拉梅拉就够了。还有就是我们家是江西的，彩礼比较高，100万彩礼还是要的。哦，包括车和房啊。这种男的好找吗？好找啊，以我的资金。是否具有那个条件，让别人给你100万、1000万呢？我怎么没有这个条件啊？我当然有啊，我貌比西施貂蝉，又有才华又有文化，然后我又是学表演系的，然后我又会唱歌跳舞，又心又善良。Eureka What？ 这次回来还走不？我走了。你这一出去打工就是半年，我都老想你了。啊，你搁那抹啥呢？抹啥？你给我也抹点。你给我也抹点，给我抹点，快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在那边干的是什么来的？我记得是金融是不？对，金融啊。啊，那金融挺好。我离婚。
这啥呀？甲鱼啊。这个呢？鸡腰呀。那这是啥？牛鞭啊。今天到底想干嘛？哎呀，你不是出差一个月刚回来吗？想你啊，款待款待你。哎呦，好吧。Nice。水啊！哎呀，外边水，哪有你水甜？阿姨滚！干啥呀？你瞅你给我当啥人了？那咱俩处对象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就进去喝口水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要是动你一下，我就是狗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进来吧。你看，哎呀，进来了，抱抱，嗯。你真以为我有手有脚，我离了你我活不了是咋的啊？我看你咋活的啊！就你能干那些事儿啊，我用手我都能干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这寂静信息，浪漫是你。哎呀，找个地方憋不住了。干嘛？憋不住，憋不住。啊，你急尿吗？就这吧，就这吧。这这玉米地啊。哎呦，干嘛？憋不住，想要亲你。哦呦，这应该是我爸喜欢的类型吧？我爸在吗？爸，老强九八 K， 老强九八 K。爸，你在直播间吗？爸，快看呀，爸！你看你穿这么素，哎，一点标记没有。等会儿蹦迪说怎么找你？你傻？开灯。开灯干嘛？哇塞，亮瞎了！不灵，有点不好吗？全场最靓的仔。果然山下的女人是来包烟抽抽，来个东南，不要东南海，来包华，东华最贵的那个软的硬的，哪个都行，要硬的吧。妈，看人家30多岁了，一点岁月的痕迹都没有，你看你岁月的痕迹不一定在脸上。人发明的内裤，冬天穿不暖和，夏天穿还不凉快，洗衣机还不能洗，还非得手搓。买小了勒裆，买大了满裆转。哎呦我的妈！不穿还不行。你圣诞节怎么过？你吓我过呗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是回答对了，我做你对象怎么样？行啊，你问。59+1等于多少？60。我再问一次，59+1等于多少？59+1=60呀！你这数学咋学的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59+1等于多少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59+1他也是60。活该你单身，你这辈子找不到对象。班的人有男朋友是啥子感觉？没啥感觉吧？你喜欢的人有男朋友。你喜欢一个女生她有男朋友那就算了呗，那世界上女生那么多又不差这一个。有守门员进球才叫精彩，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怪呢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就让我进去吗？不可能，今天太晚了。喝水。
你大半夜喝什么水啊？你喝水？我打水，我不用用水冲。行吗？嗯。那你进来吧。一点内存都没了，我靠！啥玩意儿？王者荣耀都8G，我你浏览器啥玩意儿啊？删了吧，妈5G。浏览器不删，我他妈把微信删了。趴着。有一天，太监立了功，皇上问他：“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”太监说：“皇上，您看我缺什么，就赏我什么吧。”皇上说：“哎，给不起，给不起。”做了这么多核检之后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在做咽喉检测的时候，往往是那些长相比较难看的女性啊，特别容易干呕。相反的，那些颜值比较高的女性呢，大多没有反应，好奇怪啊！小曼，你告诉我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一起跳舞的。来，你跳舞，跳舞能穿这玩意儿跳舞？谁带着跳舞啊？你说明。这个就这样啊，完了，完了之后我们就跳舞啊，亲爱的你呀，来跳舞吧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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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这样，懂吗？啊，待会儿回来啊。嗯，拜拜。把包给我。你自己给你带上。嗯。待会儿回来啊。哪里的渣男最多呢？健身房的都是渣男。什么意思？健身房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为什么？是被渣过吗？就是我在健身房上班嘛，是暑假狗，就天妹妹一句劝，健身房的都是渣男，健身房的都是渣男。我是拜日狗的败类。